穆星辰，你还在这儿？今天云儿母亲生日，你赶快去圣玛丽医院陪陪她。你们年轻人，有什么事多多沟通就好了。好，我这就去找她。去吧。 你走吧，之后我也不想再见到你了。 云长，如果我真的想跟楚天瑶发生关系，就不会在我的房间里，更不会让你看到。你没想过这事情背后真正的隐情吗？我也觉得有点奇怪。那你愿意原谅我吗？ 不想说这件事，心烦。今天是伯母的生日啊。嗯，他在我5岁的时候就离开我了。这是他以前工作的地方。 小时候我经常来，现在这什么都没有了。